化繁为简，贴近问题，找出关键，迎刃而解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要谈一个呢一个数啊，不知道几位数，那只知道个位数是五，换了首位变成原来的4倍，那问你这个元素最小是多少哈？那大家如果有什么要老师解的哈，都可以把它反映过来，老师再排时间来做哈。那既然不知道几位数，就不能设未知数了。那既然个位数是五，那我们就放五嘛。那放到首位变4倍，那我们就乘以4啊。那四五什么？20进2，把零三拿上来，零乘以四等于零加二等于二，把二拿上来，二四多少啊？八，把八拿上来，四八多少？32进三，把二拿上来，二四得八加三等于11进一，把一拿上来。那一四得四加一等于什么？五，那就变4倍了哈。那元素多少？12825，几位数？6位数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吧。那这个来说，也是啊，也不知道几位数。那这个位数是五，那放到首位变成什么？3倍。刚刚是变4倍了，那这个元素最小是多少？那一下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哈。那个位数是五，那就放五了。那变成原来的3倍，那就乘以三啦。那355进一。把这个五拿上来，355加1等于16，进一，把这个六拿上来，368加1等于19，进一，把这个九拿上来，3927加1等于什么28，进二，把这个八拿上来，3824加2等于26，进二，把这个六拿上来，368加2等于20，进二，把这个零拿上来。零乘以三等于零加二等于什么？二，把二拿上来。二三得什么？六，把这个六拿上来。三六多少？18进一，把这个八拿上来。3824加1等于25进二，把这个五拿上来。355加2等于17进一，把这个七拿上来。3721加1等于22。进二，把这个二拿上来，二三得六加二等于什么？八，把这个八拿上来，三八多少？24，进二，把这个四拿上来，3412加2等于什么？14，进一，把这个四拿上来，3412加1等于什么？13，进一，把这个三拿上来，33得9加1等于10，进一。把这个零拿上来，零乘以三等于零加一等于一，把这个一拿上来，一乘以三等于三，把这个三拿上来，三乘以三等于什么？九，把这个九拿上来，3927进二，把这个七拿上来，3721加2等于什么？23进二，把这个三拿上来，33得9加2等于什么？11。进一，把一拿上来，一三得三加一等于什么？四，把这个四拿上来，3412，进一，把这个二拿上来，二三得六加一等于什么？七，把这个七拿上来，3721进二，把这个一拿上来，一三得三加二等于什么？五，那就元素多少？17241371034485866566555，那元素多少？几位数？50、10、15、20、25、28位数。那我们继续来，再下一个哈。一个不知道几位数，那个位数是五，放到首位变成原来数的2倍，这个数原来最小是多少？那一样哈。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，既然个位数是五，就放五嘛。那放到首位变2倍，那就乘以二嘛。二五得十，进一，把这个零拿上来。零乘二等于零，加一等于一，把这个一拿上来。一乘二等于什么？二，把这个二拿上来。二二多少？四，
把这个四拿上来。二四多少？八，把这个八拿上来。二八十六进一，把这个六拿上来。二六十二加一等于什么？十三进一，把这个三拿上来。二三得六加一等于什么？七，把这个七拿上来。二七十四哈进一，把这个四拿上来。二四得八加一等于什么？九，把这个九拿上来。二九是吧？十八进一，把这个八拿上来。二八十六加一等于什么？十七进一，把这个七拿上来。二七十四加一等于什么？十五进一，把这个五拿上来。二五得十加一等于什么？十一进一，把这个一拿上来。一二得二加一等于什么？三，把这个三拿上来。二三得什么？六，把这个六拿上来。二六十二进一，把这个二拿上来。二二得四加一等于什么？五，那元素都是多少？二六三一五七八九四七三六八四二一零五，那总共几位数呢？五十十五哈，十八位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找错老师，数学很难；找到名师，数学好玩。没有教不会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。还在为数学烦恼忧愁，想得解脱，救星在此。奈 ID 0918568516， 金泽老师。